公共视频显示，大姐踏上扶梯后不久，已经注意到了上方滚落的行李箱，但不知道该往哪一边让。慌乱中，一个踉跄，身体往后倒，行李箱压到了她身上。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立即上前，有人扶住大姐，有人按下电梯紧急制动按钮。上个地方行，这个不能动了。哦，是。那个行李箱那个人在哪里？还得。不是，我快到上面手滑了，然后手滑了，下来了。阿姨在下面，刚好那时候他电梯里面一个人，我就叫他，不知道往哪躲着，然后他就跑到那摔倒，箱子摔下来。现在我们二楼岗亭去一下吧。大姐脚扭了一下，手上有几处擦伤，其他没有大碍。民警立即拿来碘酒和纱布进行了简单处理，随后把她扶到岗亭休息。她这个箱子，你这样很沉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她就是手松了。手滑了。那这么吃的东西，你怎么不抓住了呢？我们现在就是把它这样先休息一下。嗯，所以先休息一会儿。两位伤到骨头就好吧，对吧？先休息一会儿，先看看啊。两位伤到骨头的话，就是你赔偿一点，反正。李先生不断道歉，并主动做出了赔偿。大姐休息一会儿后，打算按原计划坐火车回上海。民警借来轮椅帮助她进站。那我们先过去，这边如果有帮助需要帮助的话，这边我工作人员可以帮助。谢谢啊。没事，走了啊。118黄金眼综合报道。